大家好，我是老表。今天感觉天气不错，那太阳出来了。现在我们要准备想下去看有没有鱼哦。现在装备已经穿戴整齐了，准备下去了。先把它放到浮漂的人，现在峰哥开个小船带我在大海里面兜风啊。来了，这个浪这么大的，大家也不要来了，我面前都来气了。我们准备过去那边那个小岛那里，峰哥说那边那里很多鱼的，过去拿两条百八十斤的洗白。六条龙的，哦哟，不错不错。可能电量不足了，赶快。Thank you.
捉不捉？40块。今天发工资了，今天打了两条垃圾吧。今天小娟先来发钱了。老表赚钱比谁都快，小赚一千多。对呀，吃饭还在这聊，这聊洗衣机这聊啊。爷们，那我给你我手机都卖了，我现在要手机了，我还没弄。那好了，那这些都卖了，我还没弄，八三五，八三块钱要。